好辣头！你有声音吗？那得。 A Koli nie chcesz?他赶他，他赶他走。然后他说他就会跑来吃。小鱼，你就叫过他。你自己就说了。我不干了。你要不干？他是防潮的，就是。 啊，那个是熊猫的便便。哦，那熊猫屎。哎，为什么那么小的熊猫可以拉到那么大？哦，这也是屎吗？